大家好，欢迎继续观看 H5 实现这个俄罗斯方块游戏这样一个系列课程。那么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开始这一系列课程的第二讲。在上一节课，我们进行了这个整体的一个课程简介，然后这节课呢，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，也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游戏的一个主界面布局。那如何来设计这样一个游戏的一个界面呢？在这里，我简单的画了一个主要的一个界面是怎么样子的呢？就是说，这个它呢是在这个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窗口里面进行一个居中的，然后呢，它分为这么一块的一个区域，整个是一个大的一个 DIY，然后呢，它分为左边这一个边栏和右边这一个边栏，然后中间呢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游戏面板，啊，所以是这样一个结构。其实效果的话，大概就和我们这块这个桌面上的这个 UI 比较类似，好，大概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的话就来简单把这个 UI 给先实现起来。我们把主界面实现之后，我们才可以在里面来进行一个功能的一个堆砌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开始搭这样的一个主界面。好，我们就直接取名为 index.html 就可以了。HTML5，然后取名字叫俄罗斯方块。当然，这个里面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来实现什么呢？一个大的一个 DIY。这个 DIY 的话，我们取名为什么呢？我们就取名叫我们的Game Container 就叫我们的一个游戏容器，然后在它里面的话，我们也就可以加一些其他整个的一个内容了。那在之前的话，我们先建一个 CSS 的目录来存放我们的这样一个样式。那么首先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样式重写，那这个里面的话，我们首先会把这个 Box Sign。改为 border box，这个里面呢一般是来更改我们这个盒子模型的。然后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的 div body 和 html 这些标签上，把它的这样一个 margin 和这样一个 padding 进行一个重置。好，通过这样的一个重置的话，我们这个页面，看一下，把它打开看一下。现在其实看起来是空白的，看不到什么东西，不要紧，我们再来堆砌一下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game container，它需要来做什么事情呢？首先，因为我这边的话，我已经计算好了这样一个它的一个固定的一个高度和宽度，所以呢，我这儿就直接写了它的这个高度的话，应该是600个像素。然后它的宽度的话，应该是590个像素。当然，为了方便，我们给它来一个 border，给它一个 EPX 的一个 border，好，来个绿色的边框。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能不能看到这样一个东西。咦，看一下，很明显我们这儿没有，原因在哪儿呢？原因在于我们这边没有引入它，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地方来进行一个引入，CS 小 index，看一下，我们这个框框已经出来了。那现在的话，我们就让它怎么做呢？让它进行一个居中，所以就是我们的 margin 零 or two 进行了一个左右的一个居中。那在顶部的话，我们再给它来一个简单的一个50像素，让它推一下就可以了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好，那这个就是我们主要的一个游戏界面了。那在这个之内的话，我们就需要来实现什么呢？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整体的一个 UI，看一下，
中间一块核心内容，然后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小部分的一个内容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这个核心的内容先给实现一下。Game Man Panel。好，刚刚这种写法的话，其实是如果我们用井号，那就是用 ID 的意思；如果是 I 的话，如果是这个点的话，那就是 class。然后到最后之后，我们按 table 键，它就会自动给我们生成这样一个代码出来。好，这个呢是我们主要的一个界面，它有哪些属性呢？我们可以看一下，也给它给画出来。另外，为了定位比较方便的话，我们能怎么做呢？我们把它设置为 relative，那这些我们就可以做这样一个绝对定位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个 position 就是 absolute，然后 left，我们要让它进行一个居中的话，我们因为确定的宽度是390，然后高度的话是我们的600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想让它居中的话，那的 left 就应该是100，top 是零。好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实现，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。通过这样的一个写法，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效果是不是正常，OK 的。从这里我们看的效果看起来比较 OK，但是似乎发现前面好像多了一个像素，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？这个原因的话，其实是由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F12，看一下它本身的一个高度呢是600。然后在我们这个外层 DRV 里面的话，其实它并没有600这么高。看一下，它本身的一个内容高度只有598，所以呢就导致它的这样一个高度不够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其实是因为我们在盒子模型的一个设置问题。那我们可以把它的盒子模型给单独设置成我们的 Content Box，让它的这个内部内容有600个高度，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哎，好像变大了，刚好把它囊括进去了。好，接着我们再来把左边这几个边栏给实现。好，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timer panel 的话，一般都会有一个什么呢？header。好，这个 header 是什么呢？我们是想的是应该是使用的一个时间。当然还有这样一个 body。我们先给它假设有一个这样一个时间。好，有了之后，我们来看它的一个位置。好，看起来是这个造型的，效果其实并不好。我们不管它，我们先把它整体给复制起来。第一个呢是我们的一个使用时间，第二个的话是什么呢？这里我们没看到，我们来看这边是游戏帮助，所以呢我们称之为 help panel 帮助面板。当然，帮助面板的话，我们可能不需要这样一个时间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可以干掉。帮助里面主要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待会儿我们再来看。第三个应该是什么呢？说 timer 的话，我们在左下角会显示什么呢？会显示我们的一个级别，所以呢，叫我们的 level panel。当然，这边就应该是当前级别这样一个写法。好，这里我们就 level 一，级别也有了。我们把它从上到下
计时器游戏帮助级别已经画好了，那我们再来画右边这一块区域，我们把右边的这块区域放到我们的后这个 game 这个主要的面板的一个右后面。第一个呢，肯定是我们的这个 next 下一个方块，这儿我们就简单写个 z 来表示一下。那除了 next，我们下面还有几个面板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数一数，有一、二、三，看起来是三个。当然，这个当前得分和最高得分，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，也就是一共是四个面板。现在我们实现了一个，我们还要复制三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好，Ctrl+Shift+F 格式化一下。除了下一个方块的话，那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游戏设置。我们假设设置也没有，当然我们假设置的话，它有按钮。第一个呢，很明显就是我们的一个暂停。除了暂停的话，我们还有什么呢？设置。好，设置够了之后，就是我们的这个 score 得分。得分我们取名为当前得分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最高的一个得分，称之为 high score。好，当前得分我们先看，也随便来一点。OK，好，现在我们看到这一排东西都已经出来了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把它定位到对应的位置上去，那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处理呢？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针对性的对每个元素进行一个定位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公共的一个地方，公共的一些样式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呢是我们的 timer panel。我们还是一个个写吧，这样一次性写，可能有点不好写。time panel 我们肯定第一个，我们想把它定位到我们的顶部，然后左边，当然它的宽度肯定是我们的 100px，这至于高度，我们也给它定一个 100px。好，那这个时候，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使用时间就已经有了。那至于这个帮助，我们就要来写这个帮助的这样一个内容。help panel。首先，它的这个定位肯定还是我们的绝对定位，当然位置一样的，它是靠左边的，所以说 left 为零。然后顶部的话，既然有了150，我们100，我们就给它加50，150。当然，宽度也是100。除了 help，下面的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个 level。level 的话，它当然也是这样子的。好，注意了，当然侧边栏左侧，只要是左侧，那我们就给它定义为零，因为它是底部对齐，所以说呢，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用 bottom 等于零，然后是它的宽度、高度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它的一个定位，看一下当前级别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帮助，然后都已经过来了。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区域的这些内容还没有变化，那么这边是哪些呢？第一个是我们的 next panel，好，position，它是顶部的，所以是零，然后是
右边栏，所以 right 的话要变成0，不应该是设置 left 了。当然，宽度和它的这样一个高度，除了 next 还有我们的 setting。这个 setting 的话，其实和我们这个 help 可以对应起来，所以它的这个样式的话和这边是比较像的。我们直接 copy 过来，top，然后这个 left 它肯定是按 u 来算的。我们再来看 setting 过了之后，我们就是两个得分的这样一个样式。我们这儿呢。score high score，底部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放在底部。当然，这个也是底部，但是呢，它要在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给它定一个120个像素。好，通过这样的一个布局代码，我们看一下，该到的一个位置都差不多到了。那这个时候，我们再来设置它的其他的一些样式。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每个这个标题都用了这个 panel header 来描述。首先呢，我们可以针对这个 panel header 来进行一个设置。当然，第一个是可以给它设一个高度。既然设了高度，我们最好是把这个 line height 给设置上。然后它的左边的一些小距离给设置一下，字体大小。颜色，背景色，随便选一个背景色。好，现在来看一下，然后现在看一下我们这个大概的一个效果就差不多有了。那接着我们还要对下面的那个内容，body 这块进行处理。我们给它去一个中，看一下效果就好。现在大概能看到一个效果了。当然，我们还有什么效果没看到呢？就是说，它这个位置可能并没有居在它本身的这个上面，所以我们这儿呢可以给它进行一个 height，当然是 line height。看一下，现在我们的这个整体。就差不多一个居中了。当然，我们再把这几个边框的一个颜色修改为一致，那么它看起来的一个效果就更整洁一些。主要因为这个上面和下面变粗的，是因为它有这个边框，导致它一个被压缩了。哦，两层边框重叠了，所以看起来显得比较粗一些。另外呢，我们就来完善一下这个帮助的这样一个内容。这个帮助的话，也是指导我们后面在这个游戏里面怎么去来实现这个操作的。好，我们通过它的这样一个特殊符号来输入上、右、左、下。好，大概我们就需要这四个符号。上是什么意思呢？翻转方块。加速。下落。当我们把它加了之后，我们再用这个 line height 可能就不太合适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对这某些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些处理，比如说这个，我们要对它的这样一个 body 进行一个特殊的一个处理，
男孩特，多么平常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一下是不是就好多了。另外，我们看一下这边好像似乎是没有这样一个边框，导致它看起来很别扭。那这个时候的话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边框给加上。这个边框到底要加哪些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最顶上的这个叫 timer 这样一个 panel，它肯定是要加在我们的 bottom 上的。好，加这儿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下移方块也是同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给它放在这里一起。另外，我们的这个 score panel 也是可以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三个给加在一起。好，这个样子的话，我们最基本的这样一个东西就差不多实现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除了我们这个 panel hello 这个 hello panel 的，我们还有哪个地方呢需要改一下呢？就是我们的 setting panel 下的 panel body，好，也是需要改的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效果了。好，关于 UI 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设计的话，我们这就可以先到这里结束。这其中的一些逻辑链条的话，我们可能在后面的课程里面为大家讲解。看一下现在的一个实现的一个面板和它是不是比较相似了？这个呢，就是我们主界面的一个布局。好，那我们下节课呢，开始讲这个开始界面的一个实现。那我们下节课再见。